42到44题是题组。沿斜面施以固定拉力60牛顿，将一个质量为5公斤的木块等速度在3秒内拉动2公尺，到达垂直高度1公尺处，如右图所示。若重力加速度为 9.8 公尺每秒每秒。回答42到44题。42题是问物体的重力位能增加了多少。那我们晓得重力位的公式 U 是等于 MGH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质量呢是5公斤，基值呢是 9.8， 它的高度的上升呢是1公尺，所以呢我们就算出来答案呢就是 49， 所以呢我们就增加了49焦耳。所以第42题问我们说物体的重力位能增加了多少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49 焦耳。